是把有最上面那个员工福利，对对对，都有接就可以。要解那个，对，我们今天要解那个矿物交易员工福利。繁星好像还没接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偷完哎、欸。我说好像还没接啊。哦，对啊，都没接啊。嗯，哎、欸，接了。好了，接了。要接了，他就会看到。那可以打造一下自己啊！我没有什么好打造的。打什么？弹夹容量极晕，硬化。饰品都用不到。因为我是骷髅头。破甲跟极晕跟弹夹扩弹，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啊？破甲听起来超强哎、欸，没有，就破甲就只是多一点点伤害而已，所以其实并没有。是把他破甲的意思应该是把对方破甲。他说可以粉碎护甲哎、欸，像我们上次打王不就是要先打他的护甲之类的吗？就是他屁股有一层护甲、嗯，对啊，就比较容易打到护甲，就可以穿过去而已，我觉得啦。反正输出我跟繁星也都很 OK 啊。对啊，硬化弹。所以破甲我们伤害就高，看你都行，开心玩，欢乐玩。我看看这个还没点，哇，抗毒哎、欸，不错，怎么厉害？感应式炸弹是什么？局间不要再放生我们喽。嗯嗯，放生什么？我怎么会放生呢？他在装傻。没有。每次都走第一。当然要走第一，我侦察兵呢、欸。是的，辛苦你了。哎呦，这次是要莫林石跟护路蘑菇。我看一下你们的胡子。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可以没有胡子，我想要换一个胡子的颜色。可以啊，你不要金胡子就好了。金胡子这个胡子。你是棕胡子。我的是金的，金的怎么了？嗯、没有，这样就撞色啦。哦，你要每个人不一样。以胡子认人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吗？巧克力。你没有胡子哎、欸，你连脸都没有。这样更好认啊。那种骷髅王哎、欸，多帅啊！还抓头皮，没头发还抓头皮，笑死我！哇，嘲笑我火焰喷射器啊，把自己都烧成这样，你不知道啊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我觉得那个冰的好像很强哎、欸。冰的。对啊，你的可以换冰吧？啊，我枪可以换冰枪。对啊。哎、啊，不行啊，那以后啦，你不要剧透我啊。哦，哎呀，你玩到我后面了。没有，我是看别人玩，我没有进去玩。我现在真的是选火焰啊，他只能选火焰啊。哦，好吧，看别人玩，看到冰觉得好厉害哦。被剧透了。对啊，就火焰，上面好像。对啊，就火焰。去一下厕所。好。我觉得如果我们遇到，剧透狗吗？矿坑倒掉的话，能活下来大概只有你们两个吧？哪两个都可以活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我怎么是？不是有人去干嘛？你怎么就自己走了？我用心良苦，他一回来就发现刚好了，对不对？直接开始玩，直接趴在地上，多开心！哎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哇，你们好窝心，没有？”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没有下床。不是啊，没有下船啊，会被载回去哎、欸，是假的啊？因为那个太空舱它会自己、啊……那我们也不要跟着下就好了、啊，对啊。然后大家一起回去嘛。我回来了，我要怎么开始了？应该会这样讲，怎么会呢？绝不抛下队友。哎、欸，香菇就在前面、欸，香菇真棒。对，要香菇跟莫林石侦察兵。你看侦察兵马上就抛弃队友了。我回来了。你看，猜猜你看，直接就可以出门，多开心，对不对？巧克力上去，巧克力上去，巧克力上去，上上我干嘛上去？快点！下面怎么这么多补血的、啊？我不是你。如果在上面的话，会被载走吗？对啊，我们刚刚在讲这件事情啊。被载走会怎么样？就在空降回来、啊、就怕你被载走啊。上面的敲不到哎、欸，太矮了。我们要
蘑菇，跟莫林石。好，你们去哪了？在敲粉水晶，但我没办法收集。粉水晶好像没有用。嗯，没有用。那、啊、这个是偏要走不同的路。你小屁孩你！不是啊，怎么了？蘑菇两个。哎呀，听到虫虫声音。这可以挖、欸。巧克力，你的厂啊，挖洞啊。我知道，我确认你们也跟上 啊， 啊，我怕我一走你们就。跟不上我的速度，那为什么浮在上面？哎，有蘑菇，香菇，哎呦，烧死他！吃东西，我总觉得我好坏，我要躲起来，躲在角落。对啊，哎，很大很大哦，有黄金，哎，自爆自爆菇菇，自爆菇了，自爆虫虫。哇哇哇！我们需要点亮，叫那个小。你不要在我前面，但是我打你。我要拿香菇，我没有说你打，我就是想拿香菇。我香菇什么？哎、欸，这里有消团哦。等，会有爆，欸、砰一砰。巧克力不要开、欸。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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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，燃烧吧！别烧！烧到了，烧到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拍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小心躲，小心躲！出事！猜左边这个上面有一个消团。亮，挖不到，可恶！就从旁边挖。快！什么？风母石？哦，我知道。下去啊！小咖喱，什么？帮我标一下吗？丽都，没有没有，我要标的消。哦，这里，那边有两个两处啊，你前面那处有，后面也有。嗯、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有，我在挖。好、哦欸。这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么不能前进啊？所以我想说，菜菜，这个上面你要帮忙？要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刚才挖黄金。钱很多啦。欸、哪里啊？再帮我标一次好吗？你在哪里？钱永远不嫌多、啊。这里，你这里其实就有了。欸、钱很多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掉下去？为什么？你救命！看到有人？救命！我现在你下去上面我们挖我们挖。哦，这边有莫林石。喂，他看他跳下去，我先帮他叫了一下。我挖。啊，你这最上面有点跳不上去啊，上面有那个消团挡住了。挖一下再跳啊。喂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我满了哎、欸！啊，那个虫虫，茉莉不是在？喂你啊，呜，没事。茉莉在哪儿？茉莉嘞？在上面，在上面啊！叫茉莉过来。嗯，妈妈虫。你满了鸡也可以直接挖，就掉到地上。我知道啊，但我想回去捡。有我捡了。全都捡了吗？有一个捡不了，我也满了。在哪里？我捡掉了吗？存有，可以下去啦！呜呼！下面有什么吗？没有，好深哦。对啊，这边有这个果子可以捡呢。吃果子。再跟下来好像没东东，没东西啊，迷路了。你这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还是要走、哦、对面上面，这边就暴露蘑菇。对，这边。喂，可以跑酷过来，哎呦，好多莫林石哦。
啊，军种通力量已经到了。啊，因为我是侦察兵啊。哎呀，那我就继续往前挖。哎，因为我是挖掘兵呢。呜。过热过热。茉莉嘞？叫茉莉。猪马很帅啊！我捡了，我捡了。有捡了吗？我存一存。团队合作。听过。蘑菇还差五个。哎，这里还有啊。对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我刚挖的。可以等等我吗？我这里看到很多哎。哪里？过零食吗？对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前面这边也有消团。莫林石通通挖起来，挖挖挖，消团感觉蛮够了、啊、好、哦、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 I call the Molly。 哦，有蘑菇，香蕉吧，可以打掉吗？不能，上马侦察兵，哇、哦哦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被电超多哎！哇！不要想不开啊！对啊，那个怎么打不掉啊？可恶！啊，不行啊，它是特殊的，闪开，只能躲避。好多莫林石哦！闪开！哦，这里这边打一打，呀，天哪，天哪，这边打一打莫林石就够了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太痛了吧！怪了吗、這個？哦，不是，对，有啊，后面是啦，是啦，有啊。好，会爆，会爆，会爆狙！哦，不是才。哦，没小心啊！你的啊，用错枪。蛋呢？加油！小蛋鸡嘞！加油！等一下，有那个电很危险，会死掉。我要到宽一点的地方。不是，怎么的队友走在比我还前面的地方？等一下，我前面这边也在打，我帮你们打前面的。好，是啊。前面真的有啊，大军来袭。我没事了，我们还差一点蘑菇。好。蘑菇在哪里啊？嗯，是我的。我看到有人在捡钱嘞、欸。啊，我这边蘑菇应哦，哎、欸，你差两个，那我应该够了。回来，我回来。Mori， 上面的挖不到。等我、啊，够了，够了，莫林斯够了。这也够了。好、啊，叫，往回走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存。没有，都满了、啊。他存黄金。哦，要先叫那个吗？空投。你说补给吗？对啊。钱很重要。哎、啊，不要被电到、哦，君奈后面就是电的那个。你那里很危险，你不要在那里，那里是他的那个电的路线。小心了、啊，除了电的，还有从天而降的哦。呜呼！好，这最危险了。我们小帮手走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立总很开心。嗯。Go go go！ 这什么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好大电哦！那小帮手感觉被电到了，他浑身带电，然后还是照样走得很开心。是啊是。可怜的小帮手，你后面有一只虫，哇，这也太毒了吧！真的，举真的走得非常的快啊！那侦察兵走得很快啊，还有那个钩锁，不得了啊！我会爆，会爆，会爆！这里我们有那个钩锁，可以，可以，喂。可以走钩锁、哦，直接
跳接钩锁。喂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有一只很大的虫。我尽量帮你们把前面的打掉。你们是走哪过去啊？这边吗？钩锁，钩锁，钩锁， oh, 你的钩锁。好。我还在等你们。有一个没有等的，我不管他了。快跑啊！我要爆了！你们行吗？可以啦。我等一下就过去要炸人了。炸你啦！蛇在准备拿好武器，准备出发。汪汪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冒出来，冒出来了！等一下再进去啊！哎、欸，老师，绕回来。我看到了，追上了！大伙拿起你们的武器！我们的队友被架空了，队友被架空了，丢他！哇！冲！我帮你们丢亮亮的东西。No, no, 你们这群神经病！你才神经病，走超快，头也不回。我能干嘛？你要拿我拿钩锁去射怪吗？对啊，把怪给勾住。我上次这样做过。然后我就飞出去了。真的有用、哦？有，我有用过。我就看到看我原本走前面，然后一个人一直在我后面挤，一直挤，然后就操控，想说这是谁？橘。去。咖啡色胡子认证。问到。冲超快。有。获得第一个。Yeah! 没有里程。对。有新的吗？装备？没？巧克力的家。不能乱进别人家吧？你怎么可以乱进别人家？没水准。魔力宝。谁要去你家？哎呀！钢铁意志，钢铁什么？钢铁意志什么？增加莫林石的开采，竟然还有这种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喝酒吗？特殊的酒？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他帽子变了，不是圣诞解锁？我直接按了，我管他了，我就是要解锁。好。哦，时空，他该不会就一次吧？新的酒消毒杀菌，购酒许可证已开通。喝。他两个红红。Party. 来杯黑色魔灵，算我的。难快哦，难快哦，版权攻击哦。黑色魔灵、欸，有这个很棒哎，这个。他会加 20% 莫林石的采集，结果下一场不用莫林石了，没有莫林石，对。哎呦，这就是我要的、啊。好、啊、特别啊，两个红红。哦、啊，大麦球茎啊。哼，就有时候我们不是会有那个奇怪的果树？对啊，就是来喝酒用的。哦。懂了懂了，但就只有我们三个在跳。我在弄任务，对，没有莫林石，哈哈。挖掘虫卵，还跳舞，上路了。喝完酒在那边跳舞。被骂了。为什么你还倒退路？在看局啊。嗯，怎么了？没呀、啊，看你啊，看你怎么长成这样啊。不然等一下下去就看不到你了、欸。好意思说我？下去就看不到你了。他就是因为没有脸皮才好意思说你啊，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好爽啊！我想说谁就说谁啊，反正我没有脸皮啊。超爽的。很贵哦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哎呀。我觉得很不错。Yeah.
是要找虫卵。噔噔噔噔噔，门口就有个小姑，直接就有姑姑，还有两个，舒服舒服。我想被载走看看呢，会怎样？好，去吧。好，去吧，走吧。再见了。我真的被载走。你真的，你完全是被载走，你白痴。我在，怎么办？任务是吧？有问起来吗？对，有啊。除了你，竟然又从天而降，有没有？你最好给我下来哦。Oh my god！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你从天而降了。对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附近有，哎呀，倒地了！我倒在哪？太高了！隔壁啊，隔壁啊，你下这边啊，这边啊，这边。笑死！还想玩吗？以后欢迎啊！有钱呢、欸，有钱哪有不拿的道理？钱又不缺哦。哦。这种东西永远不嫌多，好吗？懂什么？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带得走，带得走。不缺不代表不需要。哇，这边好多路哦。对啊，我就直接挖一个、啊。怎么没有人陪我？你在哪？我在挖、啊、最重要的。你怎么在那边？走过来的。你在挖什么？我在挖消团啊！哦，我们等一下准备从第一个虫卵区。我们要挖虫卵。对啊，对啊，创造虫卵啊！妈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？哦，我们还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虫卵主要是要交给我。恶心的地方，有有有。我决定站在上面。靠！我靠！有一个偷咬我啊！举过来哦。啊！